我们这个画室啊，双桥画室，它不是一个升学的画室，所以我们这里的朋友啊，有一些来了很多年，来了很多年，那么这个画室呢，就变成一个我们社会各界人士、各方面的人士啊，都来进修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画室显现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不是为升学的，而且它不是功利的。什么功利的呢？除了就是赚钱的、升官发财的，与这个画师啊没有无关，也不是画了东西马上就变钱啊，不是。所以这个呢，当然与这个主持人有关系。这个主持人呢，是这个命运不好，所以呢就没有发大财，啊，生活小康，对不对？我的命运真的很不好，啊，在大陆黑五类，对不对？跑到这边呢，又是外省人，所以不要想，真的左右不是人，你知道？啊，你跑到大陆去。大陆又说你是台湾人，你的忠诚度有问题。台湾呢有没有窃听我的电话呢？我也不晓得。我是有这个思想准备，他们听就听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因为我用几十年证明我，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啊，我又不是共产党，不是国民党。对不对？啊，我的一生的遭遇，啊，以前呢跟大家吃饭以前呢还闲聊，还讲到一些有趣的、惊险的、残酷的一些情节，是不是？当然现在呢很少机会跟大家讲这些。那我的遭遇呢，就慢慢形成我对生活的艺术，就会有一些另外的看法。不是说我特别清高，注意啊，不是我不爱钱，啊，这个，但是我的想法不是这样。我在读美术史里边呢，我们讲黑格尔、丹娜，他们对美术的这个美学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，就是这个艺术啊，只有当它脱离功利的时候，它才显得纯正。就是说我画这个东西，我是为了去讨好总统，讨好教皇，讨好啊这个，为了自己的某种知名度啊什么啊，或者说地位啊。如果画这个东西呢，就是针对市场，啊这个东西好卖，我就一直。你看我画那个樱花多好卖，好多人要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樱花。我心里也很痒，我是不是多画一点？后来想一想，那个我可以画不同的樱花，我何必那个粉红樱花好卖，我就多画呢？我说我做人何至于此啊？所以，我这个呢，这些观点我也是，除了生活经历，我也有阅读。啊，我就觉得一个画家存在的理由是他的作品，而且是他的代表作啊。所以大家提到冉茂琴的时候，早年的时候啊，有个传记文学，那个社长他很耐乎啊，陈香梅来，他也跟我打电话，茂琴啊，来，他说陈香梅来了，来吃个饭，我去做陪客，啊，他对这些名人呢，啊，都去介绍。啊，以前的时候他介绍的时候就讲，这是为当今画像的画家，为李登辉啊，当我在1996年画完这个海峡夜浪，他很高兴。他跟人家介绍，这个是
画鲜明渡海的画家。啊，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与这个代表作有关系。所以你是一个有志气的画家，你要有一个啊这个伟大的宏远的一个目标，你才不显得琐琐碎碎的过日子。你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。大家说我画那么大的画，画那么大多的人，你可以只画一个人，你可以只画两个人啊，或者三个四个。你看我画那个当摩郎一个人，台北春雨夜打电话一个人啊，婚纱照四个人，海峡夜浪那就多了二十几个人啊。所以这是看画面的需要，不因为你画人多你就是大画家啊，绝对没有。维美尔的画都很小，十号二十号啊，那大画家也是堪称代表作。米勒的画来过台北，那些画最大的十岁也就这么大啊，也就大概四十号，不是很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一个远大的志向，不管你今年是退休了五十岁没有，四十八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四十八岁还很年轻了。没有，五十。我现在七十一了，老 Coco 了，但是我还有计划。我这个速写手帖里边还昭告天下，我还要画什么《矿山悲歌》啊，我还有画光绪与珍妃，我还想画《贵妃出狱》，我还有很多的想法。是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画画一直进步，一直往前走，你会发现这个才是最吸引人、最有趣的啊、最核心的、最价值的。这个就证明了是你。就像莫洛丽莎，我们讲莫洛丽莎的时候啊，达文西如影随形，就等于在讲达文西啊。你要有这个理想，要有这个抱负。为什么讲这些话？我们的一个老院长胡一川，他在1961年的时候跟随大陆的国家艺术代表团访苏团去苏联，也见到苏联的当时的这些名家大画家美术学院，然后呢他也去那边写生，回来以后跟我们的整个院校连附中连学院的老师同学做了一个报告。他很激动，在苏联回来看了列宾的画，看了列维坦的画，看了苏里科夫的画啊，他回来他就讲，他说艺术啊不是白开水啊，艺术要像一杯烈酒，喝下去以后又会醉人的啊。所以他这句话啊跟了我一辈子，我一辈子记得。所以我现在给你们一句话啊，就是你要画代表作，要画作品，不要画产品，尽量不要画产品，产品是为了换钱的啊。记住，本来我这句话呢就写在风景手帖下一本书的序言里边，后来我想想干嘛教训人家了，我就把这个拿起来。所以但是我们在双桥讲一讲，提醒一下大家啊，我看到大家画这个图谷，大家都画得不错，实际上整体我们的水准在逐年的逐步的提高。所以今天讲这个话大家比较听得进去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希望成为名画家，有代表作的画家。
讲完了，谢谢老师。